I'm in Paris now. I love you. 大家好，我是在这里，在那个看那边，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上，上面为大家直播一段。没话说了，就这样子啊。OK。好好，来看。好，下面换主播 Kelly 来，巴黎香榭丽舍大街，一定要去 shopping， 可是没有钱，所以去好主播 Kelly and Amy 为大家主持一段在巴黎的购物之旅。喜欢的就这个。好了，我们打工。看上了一样东西，快来，这里超美。我们在哪里？巴黎。巴黎在哪里？
这不知道叫什么，这是博物馆，很出名的金字塔博物馆。金字塔博物馆吗？应该是。好的，是的，我们现在在巴黎很著名的金字塔博物馆为大家直播，主播 Kelly and Amy。然后呢？Kelly 主播。我不知道，我需要。你在干嘛？下面开始为大家直播一段。现在是在巴黎很著名的金字塔博物馆看。然后今天非常的冷，来录的。然后 Amy 主播为大家直播一段，因为今天真的非常的冷，看我们的头发一直是绿色，还好有太阳，不行。然后很美，很壮观，其实跟意大利很像，其实还是蛮相似的。不过这里的华人更多，然后总算华人更多。我说两句，因为 Kelly 主播为了温度，我们为了风度不要穿大衣，穿大衣是心情不好。看我们 Kelly 主播今天裙子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看见没？ Kelly 主播我已经多穿了一件衣服了，其实不是这样穿的，我太冷了，再加了一件。这里就是 Da Vinci Code。拍电影的时候用的场景，然后就是说，耶稣的妈妈其实是一个宝，然后就藏在这里，结果也没有人发现，也不知道在哪里，反正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地方，它叫做巴黎之旅，然后楼下是博物馆，我们原本要去，太贵了，都没有时间。对，我们还有两个小时，不到三个小时就要离开巴黎，然后回到瑞士去。就是我跟 Kelly 主播太懒了，然后今天十二点才起床，然后一点多才出门，刚吃完午饭，然后到了这里。还是很漂亮的。现在我们就是今天晚上，现在要开始回瑞士啦！嗨，回瑞士了。今天晚上 Apple 铁塔一直在响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大家请看这边，唱唱。然后现在看 Apple 铁塔正在我们这边闪，看见没？闪得很鲜艳。这边有过山车，这是我们现在准备回瑞士了。天黑了，回家了。好，拜拜，拜拜巴黎。巴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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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好恐怖，在香榭丽舍大街上，大家都要买 LV 包，只有中国人。哇，在抽西马，好多人。现在已经回到瑞士了，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感觉，超干净，人超少。超好，虽然我今天差一点没有赶上巴士，但是哦，差一点没有赶上那飞机，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赶上了。看看看，瑞士的火车超干净，人超少，这还是二等舱，二等舱都这么干净。
现在人还算多的。可是很高兴回来了，很高兴。对，主要是赶上了最后一班飞机，好痛啊！你的跟屎一样。我靠，这什么大头皮屑？哦，这是灰，吓死我了！我老舅，我们要说一件事，现在终于达到瑞士之后。经历了一个很上上下下的上上下下的多讲，就是很多什么糖的多讲，很多糖的，很多波折，很多波折的过程，能回到 race， 差一点没赶上，差一点没赶上，晚了，但是飞机晚来了，所以赶上了，差一点死掉了，差一点回不来家。第一是我不去搭 metro 太晚了，所以搭了第二班吧 metro， 然后第二班吧 metro 没有来，所以延后了，等了几分钟，等了20分钟吧。然后上 metro 之后差了，挤到有色了，有人用那个顶的，这辈子第一次。我也是人顶，可是我没感觉到，因为我的外套很厚，是我被顶到我都不能呼吸，就趴在那里，然后好不容易过了很好几站，10分钟之后吧，不能呼吸之后，然后有人下车，我就找位置坐，然后很可怜，没有位置坐，他站在我旁边，我保护他。超恶心，超不喜欢巴黎，就是为了一个埃菲尔铁塔去。对，然后还有什么？然后我们到了飞机场之后，就马上不上了，然后还要经过被人家检查，然后主要是黑绿主播放了一大批水在他行李箱，我忘记我有一瓶水在行李箱里，所以又要被检查一次，然后把全部行李都翻出来，然后那时候我记得都忘记了，因为。广播还是我们飞机还是没有走，所以我很高兴。结果如果我是为了，因为我放了一瓶水在行李箱里，然后没有跟上飞机，我会死掉，会被气死，会被我气死，因为这是最后一班往瑞士的班机。然后到了，然后我问那个人，我说什么飞机啊？然后他又说飞机已经走了。他用法文说，然后我的脸完全变了。然后他们看我的脸完全变了，他们就发现说不应该开玩笑，因为我要得心脏病了。然后 Kelly 我热泪盈眶，然后赶上了飞机，赶上了飞机，我差点哭了，太高兴了，哭了。不然我们今天晚上不知道怎么弄。会很痛恨巴黎，如果我们今天早上还要在那里待晚上的话。对，关键是我们明天也要错过排练我们的冠军一线，然后我们不知道成绩咋样，真是好慌啊！赶紧，就到这里吧，下次再开始。